口出现大批警力，每个人神情凝重，甚至还出动特勤人员仔细盘查进出宾客，甚至还要用手机拍照确认有盘查过才能放行。六号晚上6点半，竹联帮名人会首度在中山区举办大型春酒活动，让警方不敢大意，到场戒备。来，麻烦往前，来往前查看身份。这回名人会更是直接将酒店5楼整层包下，号称席开85桌，斥资上千万，出席人数近1000人。由于数量庞大，也让辖区的中山分局提高警觉。中午12点多就到场巡视，台北市刑大也出动10名刑警和10名特勤人员，北市警方共动员80多名警力强势执法，果真查获有人携带折叠刀和违禁品，以及1名通缉犯，不让黑帮分子借机滋事。